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龚俊精彩十周年纪念刊在一天之内官宣两本杂志预告惊喜。4月26日，龚俊瑞士五月刊封面预告，龚俊精彩十周年纪念刊解锁新封面，瑞士五大男刊之一，又以五大男刊解锁龚俊开年后第三本大刊杂志封面，这次是单人的双封面。龚俊真棒，好牛。龚俊在一天之内官宣了两本杂志封面预告，二登精彩 OK 封面，造型百变亦可轻松驾驭，温润如玉的天然少年感，既可青春沸腾，又可成熟雅致，时尚要张扬活力，潮流要不拘一格。来看龚俊打破时尚常规，展现全新风格。4月26日，瑞士的官微上分享了龚俊瑞士五月双封预告大片，并配文案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。龚俊认为演艺生涯是由不同节点组成的长路，只有到达一个节点，前方的未知和挑战才能知晓。他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，成为一名被认可的演员。封面上的龚俊身着白色灰条纹西装，内搭配白色的 T 恤，深邃的眼眸，高挺的鼻梁，金色的项链和手链装饰，优雅的白马王子倚窗凝视，镜像倒影下的龚俊，超级上镜的高级脸，太帅了，心动的感觉。网友镜中人，眼中你。4月27日艳阳见。4月26日同一天， OK 精彩十岁啦。精彩 OK 的官微上分享了龚俊精彩十周年纪念刊封面预告，并发文写道，一见如故，再见清新，不负春日，携手成长。十周年纪念刊迎来龚俊封面大片即将解锁，4月29日和精彩 OK 的相遇。骑小自行车的龚俊，自行车好小，龚老师好可爱，抢镜的黑白波点花裤子，这长腿这身姿谁不说一个绝，黑白底片有种复古的氛围感。2021年3月26日首登 OK 精彩，整整一年一个月同一日再登，他没有变，但又什么都变了，更加从容，更加有魅力。龚俊精彩十周年纪念刊预告了外景视频，与一起在他的镜头中探寻生命的力量，看无限好风景。身着奶白西装，戴着手链和戒指真漂亮。龚俊随便躺在草丛里，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，好温柔，是百灵鸟龚俊。龚俊的目的地在哪呢？永无止境，不断向前。六年磨砺初露锋芒，专注作品与事业，他自有方向，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。美景配帅哥，湖光月影，山色秀美，不负春光，不负朝华。网友陪你一步一步至最高处，期待龚俊的新剧《我要逆风去安乐传》。最后祝福他。